夏天到，在地好味道，带您来清凉一下，尝尝道地的日式冰品。除了有招牌的抹茶圣代，还有蓝色夏威夷刨冰，是清甜的这个蓝色苏打糖浆，加上软绵绵的刨冰，要让您凉快到底。软绵绵的雪花噼里啪啦冒出来，淋上清甜的蓝色苏打糖浆，不但颜色超清凉，还有淡淡的汽水味道，再加上花花绿绿的石井水果，一球冰淇淋，蓝色夏威夷，日本的 Hawaii Blue 正式上桌。我觉得很特别，第一次吃，有一种很透清凉的感觉。接下来是招牌抹茶圣代，别小看这手工做成的抹茶冻，用的可是来自京都的抹茶粉，加上刨冰、抹茶糖浆、石井水果，最后大方的挖上两球抹茶冰淇淋，小朋友忍不住大口大口吃起来。冰冰凉凉很好吃，抹茶冰蛮香的，还蛮清爽的，对，好吃。在台湾的话，日式的冰品非常少，所以我就引进一些日本的原料，想来点养生的，还有鲜果黑糯米冰，主角黑糯米加上椰浆水果，不止清凉，还能补身体。夏天到，你得赶紧来尝一尝。记者廖芬群，台北报道。